那我去叫其他医生了。然后醒过来了，林兰那儿有人照顾啊，你先安心的。 你醒啊你！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啊，你说要保护他，你怎么保护他？你是这么保护的？我就不该相信你，你这个混蛋！我饿了三长两短，我就饶不了你了。 怎么了？哎，对不起，阿姨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不起，元昊来了。阿姨，他现在挺好的，好像脸色比以前好多了。是啊，你身体也不好，不用常来了。阿姨，我没事。 哦，对了，今天医生跟我说呀，说兰兰如果再醒不过来，好像就会引起什么肺部感染，哦，还要给她做一个什么喉管切开手术。阿姨，您别太着急，我觉得这医生说太过了，没那么严重。林兰她一定能醒过来的，您别担心啊。是是，我也相信她会醒过来的，她一定没事的。